现摘桃子。打招呼吧。但是没劲儿了。他那个水管子在前面，在车里说。啊、哎呦天哪！哎呀，哎呀，那小孩，那小孩，哎呀，嗯，温柔一点点。车不呢？嗯，你也是。出来了，你往这哪边？往那个那个在闹。嗯。放那个什么？玉龙，你还有还有招？这个是李子吧？这是油菜头，那是油菜头。啊，桃子。嗯。这是哪种鳖的？对。这个还没长透的。你要这还没长呢吗？这种也是桃子对吗？对对对。嗯，块的话你。哇，这个桃子熟了。嗯，这个熟了。嗯。这个可以摘吗，阿姨？哦，你看这里就有一个。嗯，这里也有。你们这也是弄了个那个算是采摘的？对，也行了是吧？平时人多吗？不算多，不算多，嗯，也不多，反正菜有几个，挺好。哪棵树上好吃啊？咱摘一个尝。这品种应该都一样吧？品种一样，都是这都说这个呢。这不是谁到了这？那我爬起来了就。这种是我这种，哪个品种的？那怎么？我们来摘桃子，那很热了，我塞又不行。很软的这个是好大一个，来了，你来接。我看你这样，这样尝尝。嗯，先那个。先，不要了。过来，先吃。嗯，先吃。那个有虫子眼的烧的好吃。哦，谢谢。试一个。这是刚刚摘的，我们来吃一下。先吃完再摘。吃完再摘。我给你拍不？还是自个拍？不，自个拍就行。我们自己摘的不能摘太熟的，因为就放不了。这几个也行，我给你摘几个，我拿着凳子，我给你摘几个。来，你拿凳子，我来拍你。哪个？这几个。我扶着，你扶着，我上。来上。我体重大，下雨了，我们在雨中摘桃子。慢点啊，慢点啊。对，这个绝对甜啊，绝对好吃这个。哎呀，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给你摘个大的，就你手边有一个，你手边有一个，这个右，这个太软，这个吃了它吧，下边这个，那这个你刚才摸的，对，那个肯定好吃啊，不太好，你摘瓜裂枣才好吃呢。那另外这那包装还有俺们一盒那个垃圾呢，白瓜裂枣好吃啊，嗯，白瓜裂枣，这是白桃裂枣，这个好吃，我得给你拍一张。还有一个，还得用。
个你那个人嘞，要不都捡来了，那那有钱，那好歹弄没了。哎，这个绝对甜啊！嗯，我换棵树给你们摘吧。换棵树，换。不能可一个树。那边树上好多呢。嗯。那几个不大呀，我这先放下。那几个又特别，我给你拿着包。不是，你哎，我来。那边这一串的，这一串的，那个一串的。不，这几个大，这几个。这几个不好摘，那儿一串的。你远一点看。这上高点，上高点。扶着这树点。慢点啊。现摘桃子，一会儿给人钱啊！你说的啊，那必须的。哎呦，这太高了！那个就是太多了，一百这个升了哈。真好呀，这桃子，又甜又好吃。这是什么品种啊？这是橙子芽片。你刚才收到了这个？哪个？这个上啊，对呀，这个确实。看，这桃子特别甜。没有了。这太高了，换一棵树，换一棵下雨喽，快点摘。没事，下不起来。这边一块云片过去就没事了。我就怕摘早点什么事情。上面那几个大，是吧？这几个。那不是那边。再往上走。你的左上方，对，够着了吗？够着吗？够不着，再挪挪。再往前走。不是，再往那边挪一点，挪一点。那边放这个。哎，我这样子。上了。这么低，掉下来也。我要再上。再上上，你上吧，上吧，上吧，就不会动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有一点害怕。不用，上，不用怕。不是，不，主要是重心不好。哎，我这样。啊。对，那个就是那个。喂，对，那个太大。哎呀。哇。哎呀。哎呀，这个大。还有一个大的。哇，这个太熟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个吃了它吧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赶紧要吃掉，我看看。嗯。现在要没有了。换一棵树。你够不着了就换。这个也熟的差不多了。对呀、啊。嗯。这个生一点的。好嘞，换吧，换。哎呦，把这两个洗。我再给你洗一个，你先吃着啊，一边吃着一边录。再换，我来。这儿那啥？我现在不吃呢，等一会儿你先吃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吃的不好，你吃个待会儿吃。
那那个梯那个梯子是好那个什么？那梯子不敢穿，你是你是不是带带个梯子？啊，你把这个放地上，沾上瘾了。哎呦天哪，这个带带。旁边那棵更大哎，那个换，它那个品种不一样，你看那边那个桃是不是没熟呢？对，黄杏。哪儿啊？这边是杏。哪儿是杏啊？这不是桃啊？桃是桃是桃。那怎么有桃也有杏，都有的。我没看到杏啊。桃。这个味道吗？这个呀。是吧？都是都可以摘。这没有一个梯子，我们再来吧。这那梯子那个梯子安全这个。这可以摘吧？啊，可以。哎，这下面就很多，我们至于要上去吗？这我装下袋子。我来硬的好吃，这软的。嗯，对，不对，软的真是。嗯，那硬的好吃。不对，因为，嗯。去怪家拉的，家的，他们俩到时候我们拉不走了。天哪，这，嗯，大的都在上面。嗯，对呀，这大的。嗯。哇，这个好。我去。我全长花钱，够着那个？够着了，够着，够着。嗯。够不着。小心点。这哪是为了摘桃而来，这是为了录像，配合录像拍视频而来。也不是跟我一个。这是为了体验摘桃的生活。对对这个，这，你要这样摘，可摘更不行。一会儿摘上瘾来了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点，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吃不了兜着走。哇，这个都很熟了。哇，这个你那特别熟的，就放了。特别熟的你就别要了。留下别的，留下别的那个，放下别的。这生的没了。这样下雨的天气，又是刮风又是下雨。瑶瑶姐是风雨无阻，依然阻挡不了她摘桃的道路。下边这个就有很多哎，下边这个也不错，下边这个也挺好，特别好，不错啊，我们是要特别好看。你光看上面的，下面的错过，下面的挺好。离那个咱们班离金梅啊，还那山上那太大了。是啊，他们这包子全砸了。哎呀，谁家？李军伟。啊，军伟。砸了啊！天天在下雨下雹子，冲那个冲。好了，摘了这么多。啊，他那冲那个他那个要不了腿。他这桃也挺好的。嗯。平台那这个狗往回。嗯。是往东走，是这样的吗？他这两个上课都是他家的。下雨了，你不光种玉米小麦，你种这些东西也有个保险的。这装一下。我打算打造几个本地的，正好。嗯。啊，就把这个本地的农产品卖出去。对。找几个本地网红，我们捧红他。嗯。网红还抱歉，网红来了，一个。这大叔怎么样？一个谁来了？那这咱们县那个。九妹。九妹。
啊，行，那九妹也九妹来了。哎呦，来逮着这桃，逮着这桃哈，不挑鸡翅了。还给钱儿 啊？不好，都还说得要买的那个。他给你宣传啊。两三块钱，对呀，说你要五块钱的呀。他那边压价也很低。九妹这样啊？啊，我这后来还说那个。他卖大枣的他。他说那个这是咱们县网红，我说我没见过。嗯。九妹也是网红，不管是谁，你来了之后，对呀，必须。你既然你坐这里，你坐这里，你想着你不知道人家经常抬这一堆，你也不问价，过来看看这样。三么？这样三大包。嗯。你还说你说多少钱？我说这五块钱。嗯。啥这样子像那买两块三块。嗯。你要五块钱，你这掂量着。对呀。便宜了吧？九妹怎么会那样呢？哎呀，我说这好。你以为他那个什么，天天卖大枣，三块的。他现在是在卖大枣吗？这就卖大枣呢。啥也卖。哎呀，我说你这网红，你看这样去闹，你说你红不了啊？对了，你看，我看他们发的那个视频，哪儿什么庙会呀、他都反串一下就过去参加去啊，还是超市开张啊？他都是来成天那个俺们那个天天买那街头的，他家那个搞串的，唱歌来着。一个男的，九妹是个男的，然后装扮成个女的，反串个女的，唱歌呀跳舞。哪个省的？哪个省的？邢塘的，就是这儿。那就邢塘的是吧？你在快手上你搜索邢塘九妹，很有名的。啥呀？你说就非常那个比较 low 的那种。快手相对比较 low， 抖音是相对。在这儿，在邢塘来讲，他是属于 low 的范围里头比较 low 的。但是人家 low 出名气来了。多少万粉丝？没有多少万，哪有多少万呢？有几万。他们这种是这样子的，他自己有名气以后，他就以他的名气去压那些果农的价格，然后他高价销售，他们是这么玩的。哦，看那个这当时来我这闹的邢塘一个，他说是那个邢塘在山上的，往年还没来过，一个女的还来我这拿点了，还来往卖，弄吧。哦，他在你这儿拿了之后，上网上去卖。对。我们也可以干这个，所以我们利润可以跟大叔他们分嘛，就是这样子，是对果农是最。我觉得就不用拿走了，直接到时候给带那个发走就行。你这里快递进不来啊？嗯，没有，这种快递不行。那得他们负责发。如果说你是量大了，快递他就直接就过来了。这你看我这会儿因为，我这会儿这量很大不了，我每个品种，考虑到你要这个品种吧，都摘小块的。嗯。冬梨才50多棵了，有我哥这个分枝摘了，又弄了8棵，长40多棵这个桃。你后来有个啥来了，你不过啥，对个啥闹的也好。对，你们量没有那么。对呀，也是这样的个多。这样的个多也连，也没加100棵。对呀。你才弄个。如果真要卖的好，可能一晚上都卖完了。对，对吧？一会儿就卖完。瑶瑶姐说一晚上就给你卖完了，是可以的。是。如果说我们后期做这个农民网红，我们是可带货的话，他这个这么不过是要吸纳这一个果园，那果园多了都把。我知道，其实就是这周边的我都并购了，等于是。对。明年吧，不是明年，等以后你下次再来了吧。我觉得如果要卖这个，我如果说我们今天说那个计划，也得明年了，今年已经来不及了，是，对吧？对。这样子他们也不用有人来压低他们价格，合理的价格我们再以市场价卖出去，对吧？像他们果农也有比较好的收益嘛，嗯。像那种九妹他们就打压他们价格，然后高价卖，我知道的。他卖什么呀？没准他自己吃呢，他也不想花钱。是吧？咱们还去那儿看看杏吗？走。一般人找人家宣传都是白扯。我靠，这种，这是原生态呀。对呀。我扶着你。
来吧，我们往下走吧。它这个杏是熟还是没熟的？这个没熟呢，这个是一个没熟树的，红的。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桃子吗？杏是吧？哦，这种红的才能摘，对吗？嗯。这是杏子，它熟了的才能摘。哎呀，这个怎么那么难采啊？哎。这个是桃子吗？这个是桃子吧？这也是杏。哦。啊，是吧？它这个东西啊，不能熟了摘，熟了摘就烂了。哦，就只能半生半熟这样摘，对吗？嗯。这个熟了吗？啊，这个是。那种是不是大白杏？这个熟了好吃。这个不太熟。这个特别好吃。对，再走差回不来。好，我来这儿，他肯定回不来。这是我们的老司机带领我们走回正道，走出村庄，走出村庄。哎呦我天啊！看来他能走呗。
右转，直走吧。右转吧，右转还是直走？我感觉是。我直走，我觉得是直走的。你得看那个道太窄了。导航怎么着？右转。右转。嗯，那就右。有导航了啊。啊，反正他这是导航。就跟着他导。可是没道，咱这就在道的出来。我就觉得刚才是左转的，对吧？我记得是这样的，没有这，我经过没有这个房子。我觉得应该是左转的，不应该是对呀、啊。你右转，你拐到村子里面去左转。没路了。左，你就建一个路就往左转，不往前走吧？我觉得。往前。往前不是有路啊？没有，往后走。有。在这儿呢，还是？啊。往前走到建个路就往左转过去就行了。随后，94米嘛，那不是？那94米前头还有路呀。从这拐上去了。对呀、啊。下去。这没路吗？上去。往城镇能下去。这下去吧，这拐哪来了？这是能下去吗？刚才那下去哪来了？这是刚才那个应该是开不开去？摁一下，开了。我还下不去了，你别下去了。还有葱哎，你要得拔一肘子去。你给关上门，关上门，我倒一下。这破道，你说。